顾夫人，为秦王大军筹措粮饷，需要立军令状，你愿意吗？民妇愿意。顾夫人，军令如山，若约期已到，未筹到30万担粮食，当拿顾家全家试问。 其中轻重，你可想清楚了？明白。顾知县，尊夫人南下筹粮，你就留在望都，辅佐少主，不得有失。属下领命。好，众位将士。 立即回营整装待发，明日一早，随我同周将军一起出征。